大人嘛对流行，伫咧吉林治疗师的陪同之下，挑战即马上时行的十六区，气势无输少年人。拍火英雄嘛来了，唔那酷，佮有加 pose。Energy 的新歌带动十六区的风潮，叮当在纽约广场在跳。五十八岁方文琳，唔那酷了有够低，手势嘛够威。伫电冰镇都发现人五精，穿西装裤嘛要来跳。就连石板凝夫甲王鼎武拢加入，虽然有了阿 K K， 暗哥要是爱火一战，实际上加上其他多，兵将嘛跳甲真有自信。三四，不错哎，你很厉害，这样跳会喘吗？还是还好？不会啊，说一下应该还好吧。这个十六区根本叫做专门小体态的挑战，暗哥更加厉害的是六十岁艺人潘若迪。